嗨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要来参加赛车比赛。这场比赛规则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要比谁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最先抵达终点。啊，现在点击时间要到了，哎呦，疯狂点击！点击的话可以增加自己的速度，来，再点，再点，再点，来吧，看这次速度能不能破百。还有五秒，可以吗？哎呦，九 ，OK， 破百了。好，现在比赛要开始喽，冲哦！哇，我的对手都好快啊，而且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车子哎。然后我刚才经过的那个数字墙啊，可以让我获得获胜次数。那这个获胜次数呢，可以拿来换宠物或者一些道具。那这些宠物或道具可以帮助玩家提升速度。来来，再冲，再冲，再冲！我现在呢到三这边了。好，我来看一下第一名到哪了。哇，第一名已经到十这边了，也太强了吧！到十一这边了，好，我等一下一定要超越他，来吧，还有二十几秒，我可以冲到哪呢？来来，再冲再冲，可以冲到下一面墙吗？有吗有吗有吗？目前还没有看到啊，都没有吗？最后十秒了，冲不到吗？七六五。四哇，在前面，最后三秒，可以吗？呀、啊，时间到了，好吧。那这一回合的话，我获得了20次的获胜次数。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换什么吧。这边的话有一些宠物蛋可以换，最烂的是5胜就可以换了、欸。那下一个呢？下一个25胜，接下来150胜，然后1000胜。这个呢？这个可以换车子哎、欸。750胜，好，等下存到750胜来换车子吧。那现在的话，我想要先来抽个宠物、欸，哎，来抽这个5胜的，来吧。宠物对这种游戏很重要啊，所以先抽宠物。我可以抽到0.01%的吗？啊，没有，50%的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抽一抽，可以吗？0.1%的，中中中中中中中，哦，1%的，1%也不错。好啦，来看一下我刚才抽的宠物速度加多少吧。哈，最普通的才加10啊，也太少了吧。好，先装上。那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是1%的，加45，还不错，装上去。那剩下的也都装上去吧。好，再来比下一场吧。我现在初始速度就100了，来，这次可以到多少呢？再点，再点，再点，可以破200吗？快快快快快快，要200了，有了，破200了，好，比赛要开始喽 ，Go！ 哇、哦，有有，这次快多了，来往前冲，有感受到速度啦，终于，来四只宠物管就不一样。来，再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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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8号墙，我觉得这款游戏比较特别，它经过那个墙一次加升级次数都加好多啊。那我下一个目标呢，来冲那个150胜的宠物好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我再多换一点升级次数，再冲过去。好，我这边存到了400多次的获胜次数了。来抽这个150胜的宠物吧，来吧！哎，会抽到什么呢？1%的，0.11%的，哇，50%的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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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0.1%，0.01%，0.01%，可以吗？啊，又是50%，哇，没办法再抽啦！好啦，来看一下这个等级的宠物。加多少速度吧？哎，这边怎么才加45啊？也太烂了吧！好了，来吧来吧，点击时间到了。这次我的初始速度是200起跳哦，现在300了哎、欸，总共快400了啊！我现在点击一次加4啊，
好，再点，再点，再点！哦，速度700多，来喽！这次可以第一吗？冲啊！有，追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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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台怪车吧！从一开始就觉得这台车很怪啊，一颗头，我可以追上它吗？就在前面呢！啊，它怎么又突然加速啦？哦，它要减速了，它要减速了！哎，我可以追到它吗？哎呦，它好像翻车了哎！哦，追过去了，我追过去了。哎，不对哦，他紧追在后啊！我会被追到吗？在后面，在后面这里。哎，没有，他不见了，他断线了，是不是啊？好吧，好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再冲，再冲！哎，这次我可以冲到哪呢？哦，这次已经到第二条进度条9这边了哎。然后第一名的话，哇，第一名已经到第三条进度条了，也太快了吧！看来我现在不够强啊，我还要再存多一点的获胜之数，然后再来去抽更强的宠物。来吧，好，我这边存到了5000多次的获胜之数了。我们先来抽这个1K 的宠物吧，来吧来吧，抽到什么呢？可以抽到 0.01% 的吗？ 0.01 啊，差一点 50% 的，好，再抽一次吧。吧，来吧，这次可以抽到什么呢？有 0.01 的，1% 的也行啊。啊，又是 50%， 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啊！可以抽到什么呢？ 0.01， 啊，又是 50。 好，不抽这个宠物了，我们来抽车子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车子。来喽！可以抽到红色跑车吗？3%这个，这应该是蓝宝坚尼之类的，可以抽到吗？哇，90%的蓝色的最烂的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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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吗？3%的，10%也好啊，可以吗？啊，85%，再来一次，最后了最后了，给我跑车，3%的。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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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又是这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抽到的宠物速度加多少呢？刚才抽到的是蓝色的，都加60几啊！好，撞上吧，撞上吧。好，接下来来看车子吧。车子的话有什么能力呢？哦，可以增加这个点击的倍数哎。蓝色这台是加 1.15 倍，那白色的呢？白色是我刚才抽到最强的、啊。1.35 啊，好了，换这台吧，换这台吧，来吧。好，车子和宠物都换成最新的了，这一次可以第一名了吧？来喽，点击时间要到了，来疯狂点击，来吧。这次我初始速度就是300多了，来再点再点再点，看这次可不可以破千。来800多喽，再来再来。再点再点，破千了破千了！好，这一次可以第一名吗？来喽，冲哦！加速啊加速啊！呦呦，冲起来冲起来了 ，nice！ 来来，追过前面的吧，有了，追过了！哦，目前第一名呢，后面有一根紧追在后，我会被追到吗？啊，有一根超快的！他追过来，他追过来了。好，我到第二阶段了。来，再冲，再冲。哦，他不见了。好，要到第三条的进度条喽。有啦，到第三条了。最后一条最长的，只剩40秒，可以吗？来来，再冲，再冲，再冲。快点啊，可以加速吗？最快就这样啦。啊，看起来是不行啦，以这个速度。好吧，看来还要再去抽更强的宠物。来吧。好，接下来来出绝招吧。来，直接买这个500RB 可以买的宠物。来吧。这个就够强了吧。来购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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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看一下500RB 的这个宠物，速度加210，
还蛮多的哎。好，装上。好，换上最强的宠物了。不过我的初始速度才497啊，好像比刚才多100而已哎。看来要靠自己点击啦。哎，这只认真点，来吧，红光点。哎，这只看可不可以破2000啊？再点。有，要破2000了，哇、哦，有，2500，好，2600，来喽，这只可以第一名吗？冲哦，哇，有一根超快的，哎，冲过去，哎，等一下，我速度怎么瞬间飙3000多啦？不知不觉多了500多哎，好，冲吧，我现在第一名了。我已经远远的拉开第二名喽！哇，到第二条了，这只超快的！哎，再冲！到11这边了，哇，有一个人超快的，他追过来了，我会被他追到吗？他到第二条这里了，不行，我不能被他追到，我要第一个到！呀，不行，他来啦！快冲，最后一分钟，最长的这一条。他在后面啦、啊，紧追在后，不会吧？我被他追到吗？最后一条进度条过半哦，可以吗？第一个到终点，啊，他还在追，最后30秒，快到了，不行，我不能被他追到，拜托，让我第一个到，他越来越近了。终点在前面，有了！终于第一个抵达终点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实况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